各位好，这个鸭子呢站在这个石头上也站了快一两个礼拜了。我会在干掉的这个画布前面的再做跟图片做一些比较。第一个我会发现鸭子本身的这个具象的效果还并不是很完全，意思就是说这个鸭子还没有一个体积感，它只有一些色块。对于转折转弯的部分呢，就是圆融的体积的转折呢并没有显现出来。第二个呢，这只鸭子呢它的羽毛呢过于蓬松，它不像是在泡水的一只鸭子，这倒像一只鸽子，因为它羽毛蓬松的效果呢使得它这个鸭子呢前面的这个羽毛呢蓬松，因为它已经看到背景的颜色，实际上它的羽毛呢它应该是更收缩一点，所以我们要把那个结实的鸭子的感觉呢把它画出来，这就是这一节我后面的效果。那我后面就用缩时把它加速，这样大家就得了解了我所做的目的是什么，我要放的色彩是什么。
通常呢，我们要把形状把它缩小，很多人就是直接顺着形状的方向啊一笔就把形状画好，这样的话呢，它就失去了空气的感觉。你现在可以看到我的笔触呢，都是跟我的形状啊，鸭子腹部的这种45度的线条刚好跟它垂直。那因为我们用的笔呢，它是有点开叉，所以它不会完完全全的把线条画成直线。那我们只有局部的地方是直线，而很多部分呢都是有叉出的线条，从里到外，从亮面到暗面，所以感觉起来那个是鸭的羽毛，而且呢它并不是很平整。那我们称之这种叫做空气的现象。那我常常我在作画的时候，我都会讲跳着雕，雕是雕刻的雕，也就是说我们用一块大一点的木头啊去跳着雕，这样的话呢它的空气就会显现出来，而呈现鸭本身的圆圆的感觉。好了，鸭子的故事呢到现在已经告一段落了，我们让它从胖胖的鸽子呢也变成了瘦瘦的而且结实的鸭子。这只鸭子也不是没泡过水的，它湿湿的羽毛贴在它的身体上，圆圆滚滚的像一个鱼雷一样站在那里，正在享受着光线照耀在它的身上。它的故事呢有数不尽的水色彩跟空气，所以可以看得到我们其实是传递一个感觉，我们画鸭子其实不是鸭子，我们画的是它的圆圆滚滚的感觉，而且是它湿漉漉的感觉，还有呢它结实身体的感觉。这些身体的所有传达的感觉呢，我们就借由不同的观念放进去。我们也用了雕刻的观念，雕刻的观念呢，因为跳着雕而产生着身体圆圆滚滚的感觉。因为我们知道圆的东西呢，在某个角度上呢，它海天会一色，它的背景跟物件的明度或者是色彩就会有接近的地方。我们时不时的一直在检查我们自己的画布，来看看我们最初的想法、最初的观念是否一直坚持住，那还有哪边我们可以修改。大型的画布呢通常有个好处，也就是它干燥的时间以后呢，你可以再叠上另外一个色彩。而油画的画布呢就非常神奇，它有凹凹凸凸的洞，所以呢底层的色彩呢永远能透着它原来的颜色，并不会因为你叠上了第二层而它开始混到了颜色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光线，我们可以看到水底的绿的青苔，我们也可以看到石头的泥泞。好了，我们就下次再聊吧。